给你们看我的统一师高校，第一棒右外野手苏志杰啊，再来是这个新人，我的潜力大物，潜力大物高志刚，啊，陈杰宪跟苏志杰同届的嘛，我都二年级的，陈瑞正老将，防守很强啊，你看这个游击的防守到 B 了啊，补球到 A， 然后我的王牌是这个古林瑞阳，这个大一球速不是大一，高中一年级球速就超过就接近150公里了，这边还有一些老将，老将黄一中。黄一中有几年了，老将也太老了。因为我刚才想要找一个捕手，因为我这个菜鸟捕手，我用高志刚，我说高志刚是菜鸟，要找他学长，那就只能找黄一中了。运章也可以啊，啊，黄一中的字比较好找嘛。接下来就准决赛，我记得只要打赢准决赛，变成进入决赛那两队就可以去打甲子园了。关键的哇，不是吧？在这个时候要打名门，怎么打得赢呢、啊？要赢这场才能进甲子园哎、欸！在这个时候对到名门，梦碎，明年见。今年的夏天结束了，直接跟他拼了、哦，没在怕，就刚刚那个难度了，直接跟他拼。怎么会这个时候对到名门呢、啊？对到强好，我觉得都还有得拼，对到名门超难打的，名门很强哎、欸。哦，今天古林球速还可以，152。对啊，第一个能力值就 CBA 了。哇塞！太远了吧？反方向这么远，死定了，有够远。漂亮！漂亮！完全知道怎么处理他，你是两 K。P 耶，这能力值也太扯了吧 ！ASB， 你在高中生吃什么长大的、啊？他瘦成这样，力量 S， 合不合理啊？OK， 跟他对决，两好一坏，来需求需求，啊哈哈 ，K 掉，第一局撑住了。问题是等一下模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模拟的状态古林撑不撑得住，至少我手动操作的部分我尽力了。哦，模拟慢慢看哦。二局上，哇，被打安打了，古林，两只安打，不要啊！哇，一只安打直接掉两分，我两分怎么追啊？模拟你撑住啊！啊，摸你的时候，我这边怎么死的这么快？哇，第六局换头了，完蛋了！古林只撑了五局，那就死定了。古林只撑了五局，现在换成陈韵文了。古林提前被打退场就没救了、欸，这个时候要对这个。双杀！呀，抓到双杀了！哇！我先看一下，这个第五棒有点强。我靠，这第五棒好强哦！我要拼这个第五棒吗？还是要继续堆垒上去啊？还是要抓第六？他状态很差，拼一下。小恩，两次的补位守住了这一局。小恩守住了。第八局先被安打。一个出去保送啊，要换我操作了，不是我从头到尾只打了第一局而已，他都不给我打，我的攻击机会太少了。哎呦哎、欸，不要啊，是什么？不要啊！啊！我靠，还没杀到，区前的杀不到，丢掉第四分。哎、欸，你称尾音都上来了，我这个一年级的称尾音都上来了。他有出赛扩吗？还没有用过他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侧头，不应该叫称尾音。对不起，我得帮他改名字，我帮他改王志轩。他怎么是侧头？九项要追四分，我这场比赛只有三支安打。啊！
球在上缘，飞过去啊！你给我吊起来！啊靠！哇，我的夏天怎么这样结束了？没有办法掀起甲子园了。哎呦，三年级的要毕业了啊！啊，孟雨菜哭哭，孟雨菜不知道几年级的，他会不会要毕业了？秋天还有比赛吗？是不是没有了？哦，一二年级的还有秋季大会啊！我上次打甲子园就是秋天的。好，还有机会，说没有三年级没关系。我主力都不是三年级，再赢一场，再赢一场我就会晋级地区大会了。来喽，民富电工啊，是中间我应该打得赢吧？至少不是刚刚那个名门了。这一场再打赢就是县大会前两强了。应该可以，古典瑞阳的状态还 OK。明天决赛没有，这场才是重点。决赛赢不赢得了无所谓，这一场赢了，你就确定晋级地区大会啊。所以这场比较重要。来，神界线，这场对方是左投，关键的晋级的比赛。啊，神界线，第一球就没打好。哦，这球那么远哦！抢到二垒，有了吧？好啊，安打一三零一三零，不要跑！高国庆，哦，马上被追平，哈！不要搞啊，电脑！我电视马上被追平。哇，五局平手，哇，不一定会晋级耶！给我一个 no 二三嘞！不会吧？投手前面滚地球，野手，下地，哇，这个前两次都是安打，哇，前两分也是他打的，但他数值不好。先来个直插，哇！他数值不好，但是还是单打了啊！被超前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手速要手速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！哎哎，古林捡球啊！为什么古林不捡球？古林。你为什么不捡球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控不到他身上？我控不到他身上啊！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控的是高国兴用古林啊？古林在你旁边啊！在你旁边啊！快点给我打击的机会，拜托！有啊，给我打击的机会啊！所以啊，对着人。陈正平不行，要换代打。会打左的胡金龙，有了吧？不行，这个不要平分了，不要平分了，保守保守，这不是最平分。交给古林让自己啊，远一点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奥马。至少是安打，先回传接线。啊！还差一分，传力用光了，还有一分要追。哦哟，我有机会了，又有机会了。七局下，一二垒有人两出局，轮到谁打？李凯威已经没有传令可以开了，所以这个打得有点浅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不能跑。即便出外，也不能堵墙外。哇，满脸是那三指贤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是打左头，还是打左头？有了，有了，安打！我堵你墙外。
差超远。追平，还有两局。哇，这场怎么那么刺激啊？二垒有人，两出局，我要先守住，我要先守住。可是我的古林已经下场了。哎呀，啊、没有捡，红败，红败。决胜的变速球。哇，飞掉！小文守住了。八局下一出局，一垒有人，这局一定要拿分。做事啊，四爷做事啊！不要破分嘞，不要破分嘞！二三的有人弯哦，交给苏志杰。哎呦，哇，三坏哦！一号、三号，我积极出棒啊！超前分进来了。使用水枪效果非常显著。王子刚平一发长打，他棒子是不是丢了？不行，还是要先跑。他是不是丢棒子了？没有开强力也是打了全垒打。王子刚超会打关键时刻哎。又自高自刚，好，球局下守住四分差就可以了。王志轩，哦，本来是陈伟英，但是刚刚改名字叫王志轩。林立，啊，晋级了地区大会。哦，这场真的是苦战哦，这场好刺激哦，那怎么那么好玩啊？秋季的县大会前两名确定。地区大会出场确定了。